帮我们在我们身上带着喜乐的心，在他们服侍的岗位上面，能够使今天崇拜起来有序，主要让我们弟兄姊妹带到这里，我们就感觉到有神的同在。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教会充满了爱，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扶持。求主赐福我们今天所有在每一个岗位当中服侍的每一位同工、每一位职工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第一堂到第四堂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所有的服侍同工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也祝福我们主任牧师今天要到。天母丰盛教会去分享信息，主啊，你也随着他的脚步祝福天母丰盛教会，主啊，求主真的从第一堂到第四堂都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里面真的是能够感到主啊，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看见神迹如此真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就预备心开始第一堂崇拜。弟兄姐妹早安，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来亲近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在我们开始崇拜之前，我们先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有一个心，我们向主说，主啊，我渴慕更多的得着你，主啊，我渴慕更多的被你来充满，主啊，我要更多的来经历你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专心寻求他的时候，神必要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他自己奇妙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今天早晨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要遇见你。哦，主啊，我要看见你。主啊，是求主，主啊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说你名称为以马内利。主啊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要更多的来经历你。主啊，我要经历生命的更新和改变。主啊，我相信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相信你对我的生命有极美好的计划。主，我赞美你，主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知道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，主啊，你都有那美好的计划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要对你说，主，我要遇见你。主啊，我渴慕遇见你。主啊，我渴慕看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我渴慕看见你的同在。主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渴望更多得着你，干渴的心再次满溢。我渴望更多经历你，除去软弱重新站立。今天我要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不再停留，诚实面对自己，接受释放与更新。再次说，主，我渴望更多得着，我渴望更多得着你，干渴的心再次满溢。我
渴望更多经历你，除去软弱，重新站立。今天我要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不再停留，诚实面对自己，接受释放与更新，从破碎到自由，经历意志和真理，所立的约，承担羞辱，换来喜乐，从破碎到自由，重新连接在主爱里，极致的爱和恩典。祝福在前行，我渴望，我渴望更多的主。是的，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。主，愿你的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我们渴慕更多的来经历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主用你自己的能力覆庇我们每一个。除去软弱，重新站立。今天我要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不再停留，诚实面对自己，接受释放与心，从破碎到自由，经历医治和真平安，宝血所立的约，承担羞辱患难。祝福在前行，是的，从破碎到自由，主要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，主要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得着那完全的自由，主要我们不再受到压制，不再受到捆绑，主要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承担羞辱。从破碎到自由，从破碎到自由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经历在主里面那真正的自由。宝血所立的约，承担羞辱。Thank you.
献出你极致的爱，极致的爱和恩典，凝聚祝福在前行。让我们一起领受主你那极致的爱，极致的爱和恩典，凝聚祝福在前行。好吧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让我们说主，主啊，向你支取你那丰盛的恩典和爱。主啊，愿你用你的爱和恩典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羞辱。主啊，但是你说你来要使我们得着那更新的生命。主啊，你说你要使我们的生命得着那更丰盛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今天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，没有一个是失落的。主啊，每一个都被你来得着。主啊，每一个都被你的爱来吸引。主啊，因为我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欢迎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你的爱是何等的真实。主啊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。主啊，但是你说，主啊，你要将那更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愿你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主啊，你已经将那君尊的祭司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要向你来欢呼。主啊，愿你的爱，愿你的恩典，愿你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要说，再没有事能够叫我们和你分离，再没有事能够取代你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。主，我们欢迎你降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相信神就在我们的当中，因为神主说，凡奉他名聚集的，他就在他们的中间。阿们。若有人渴慕真理，需要盼望和能力，来求告我救主的生命。若有人饥渴慕义，寻找真正的生命，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。一起说，神正在这里。在基督里，死里复活的生命，来赞美我救主的生命。若有人忍耐到底，心胜过一切恐惧，来赞美我灵魂的救主。生与我同行，掌管全地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神正在这里。再没有事，再没有事能拆散我们。神与我同行，再没有事能夺走应许。神与我同行，再没有事能取代耶稣。神与我同行，我惧怕
胸怀那自由与他同行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权力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权力。神与我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权力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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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赞美你，主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主你是真实的救主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欧米伽，你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，主我们赞美你，主你是我心里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你是我慈爱的天父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救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是我心的坚固，你是我随时帮助，我不会迷惑，你拯救我的生命。你是我慈爱救主，你是我全能天父，我不会恐惧，我有你的能力，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尽的袭击，感受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，你是真实救主，永远不离弃我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你应许永不改变，阿拉法与欧米伽，创始成终主，全地都要尊荣你主，你是永活的真神。我心的坚固，你是我随时帮助，我不会疑惑，拯救我的生命。你是我慈爱救主，你是我全能天父，我不会恐惧，我有你的能力，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尽的袭击，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，你是真实救主，永远不离弃我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你应许永不改变，阿拉法与欧米伽，创始成终主，全地都要尊荣你主，你是永活的真神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全地都要尊荣你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让我们每一个都开口赞美他，因为主说若我们不开口赞美他，连地上的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，主啊赞美你，主啊，我知道就算我生命遭受狂风暴雨，但是你与我同在，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情的袭击，感触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，你是真实救主，永远不离弃我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你应许永不改变，阿拉法与
尊荣你主，全地都要尊荣你主，全地都要尊荣你主，你是永恒的真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开口来赞美他，让我们将极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 Omega， 你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，主啊，你是掌权直到永远的神，主啊，你配得一切的称颂，主啊，你配得一切的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好吧，我们再次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本有尊贵的形象，但是你甘愿甘心降卑成为人的样式，来到你百姓的当中。主啊，你承担我们一切的罪，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。主啊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主啊，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里面再一次得着那更新的生命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思想神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付上代价。我听救主说道，你力量是微小，你应当尽心祈祷，因我为你重宝。第一节再来，我听救主说道，你力量是微小，你应当尽心祈祷，因我为你重宝。主替我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涤血白净。主谢谢你，主啊，你说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们，我们就比雪更白。主谢谢你。弟兄姐妹请坐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来敬拜。我竟确实知道，为主却能浩大，可是马蜂皆惊，也是心肠软化。第三节，我不加言以行，借此刻的救恩，为主所留宝血，能洗一切罪恨。主替我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涤血白净。主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，主要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称为圣洁，主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。主谢谢你，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怜悯。将来我立主前，靠主圣洁完全，
主赐我爱的神，我口还仰颂赞。第四节再一次，常来我灵主前，靠主圣洁完全，主赐我爱的神，我口还仰颂赞。主替我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鼻血满，主替我，主替我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鼻血满，无数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鼻血满，主洗鼻血满，主洗鼻血满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尊崇这位荣耀的主，敬拜尊崇主，我最在从死里复活的救主，敬拜尊崇主，我最在从死里复活的救主，敬拜尊崇主，我最在从死里所成就的美事大事，谢谢他，他已经在那里都已经做成了。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哦，阿门。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你过去一段的时间，你正在某些软弱、失败、挫败的里面。今天主对你说，你要定睛仰望十字架。我们从来不是依靠我们自己，主的得胜比我们的失败还大，主的圣洁比我们的罪恶还大。罪恶力量很大，主圣洁的能力更大。Amen。 我们会失败，但主永远是得胜的。Amen。 所以今天早晨，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要站在主得胜的位分上面。Amen。 不管你什么，主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” Amen。 让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继续在我们的软弱、失败和定罪控告的里面。主都已经做成了，
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回到主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来到他的面前，主，我们就回到那圣洁尊贵荣耀的里面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今天早晨你来聚会，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那压伤的骨头能够再一次的荣耀。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清清洁洁的，我们的灵魂是干干净净的，我们的思想是洁白净净的，我们的灵魂是清洁的，我们活在得胜的里面，不在控告的里面。主，替我舍身来，主，替我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涤血脉，再宣告说，主替我舍，他已经做成了，接受他，用信心，他替我做成的，阿门，阿门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如此。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涤血脉。再宣告，唱一次来，主替我舍身。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涤血脉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，每一个人开口来祷告，宣告主自己的洁净。你必比血更白，所有的污秽都要除去。你要比血更白，比血更白，比血更白。谢谢，也是他做成的，不是我们的行为。不是我们做成，是主叫我们比血更白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在耶稣里面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今天在耶稣里面，我们都领受了。所以，我们主今天我们重新得胜，把圣洁的生命赐在我们的里面，把圣洁的能力赐在我们的里面，把圣洁的渴慕赐在我们的里面。Amen. 让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。都从清洁的心里面出来的，谢谢我们的主。今天上帝有祝福，有恩典，有话语给我们当中的人，特别有一些人，你在等候，你所播下的种子，你在等候发芽长出来。代祷者说，你要睁大眼睛来看，你会看见你的主已经来到，并为你看顾你的田地。你会看见你的主来到，并为你看顾你的田地。他说要仔细看，因为一颗颗新的作物就要发芽长出来了。雅各书五章七节说，弟兄看啊，你们要忍耐，只等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他说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春雨秋雨。神看见了你的付出，你的努力，你的尽心。但我们当中似乎有一些人，你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收成，有什么结果，甚至有人觉得好像一条鱼都没有打到。今天上帝鼓励你，不要放弃。上帝对你说，孩子，不要失望灰心，在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要来到了。我会保守你所撒的每个种子，我会保守你的每一个计划和经营。没有飞鸟能吃掉，没有人能够夺去。我在鼓励你，你要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得到了秋雨春雨。在这季节里，你必要得着满载而归。在这个季节里，
你必会满载而归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开口，每一个人为这个季节，你要满载而归来祷告，你要忍耐等候宝贵的出产，直到秋雨春雨风。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过来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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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用你的信心来领受，上帝会被你保守你的一切的经营，你必会看到在这个季节里，你会满载而归。奉主的名释放他的话语，你会得到地里宝贵的出产，领受宝贵的出产，你会得到宝贵的出产。在一点点的时候，不要放弃，就在这个刻，无论你的婚姻里面，无论你的亲子的关系，无论你的公司，你所经营的，有一些人你传福音你正要快要放弃了，上帝说你不要放弃，你会看到那个种子在里面发芽，没有人能够夺取。在你公司的经营里面，没有人能够夺取。在这个季节，你会看到你满载而归。奉主的名祝福你满载而归，奉主的名祝福你满载而归。谢谢我们的主，阿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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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开你天上的窗户，请福你的百姓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一起为我们北投灵粮福音中心来祷告，好不好？看着荧幕上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祝福北投灵粮福音中心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主啊，他们正在小组长训练，主啊，能够带到主啊，你要装有小组长的职能，有热情，有心情，有喜乐。主啊，祝福他们，主啊，兴起北投的小组长，兴起他们，主啊，建立企业的外展，能够接触更多的慕道友，他们要开的外展，求你与他们同在，主为他们开路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每一样都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赞美，阿们。我们感谢你主，当我每一个祷告都在你面前，祝福我北投福音中心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他们要建立新的一群的小组长，他们七月也会新的外展。主啊，你怎么样祝福在士林，你也祝福在那边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在那里要不断的扩张，还要再成长。谢谢主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阿们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第一堂我们昌华是不是好，我们前面要分享G3的见证。好，我们拍手欢迎我们的姊妹。